大家好，我是西杰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，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话题都包括着美国房地产的泡沫。现在整个美国的房地产这个泡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完全是抢不到房。不管你是从洛杉矶、旧金山、芝加哥、纽约，甚至遥远的夏威夷州，大家都是一窝蜂的往上抢。有的人写了80个合同也抢不到房子，有的人写了35个合同也抢不到房子，怎么办？朋友，在这风口浪尖的上面，在这市场这样追涨泡沫下面，你的投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，一对老夫妻刚刚从中国移民过来不到4年，有10万的本金，准备买个60万的房子。在2020年，去年疫情的情况下，他们就开始看房，那个时候可以看一个 POD 3000平方英尺。那么到今年1月2月3月4月涨了17%的情况下面，他们现在只能够买到2000平方英尺。哎呀，心里那个急呀，也是跟着一个经纪人写了20-30个合同都抢不到房子。这次他们又看到了一个房子 OK 63万。那么经纪人说，我们63万还是抢不到，你能不能直接出价到69万？老夫妻说，69万出乎了我们的这个预算之内，我们到时候怕付不起。这个经纪人，那你又抢不到房子，有可能现在的就是房地产的市场这么好，有可能我们的估价可以估到69万的话呢，我们的银行可以给你贷多点款。那么老夫妻就听从了这个经纪人的意见，那么就出了69万，从63万加了6万。那么在对方卖家的屋方面呢，给他们出了一个 condo offer， 哎，69万我们可以接受你哦，但是你要取消所有的买房的条件，你不管房子的状况多差，有没有白蚁，那么就是贷款呢，你也不能够算是一个条件，不管他估价做不做得上去。那么在经纪人的不断的怂恿之下呢，这一对老夫妻他们就下了 offer， 结束了 offer， 就 open escrow 了。刚刚 open escrow， 那么就是说打了20000块钱的押金打在公证公司的账户上面，他们就做贷款。在10天之内，银行的估价员就跑过来了，哎，我们要对这个房子进行估价，这样才能给你贷款。好，那么请就是银行的估价师到房子这边一估价，做了附近房子近1年来的 com， 只能够出到63万。那怎么办？你就只能够再垫6万块钱才能够得到银行的放款。这一下老两口傻了，总共只有10万块钱的本金，包括检查房子还有做白蚁的装修这些的，差不多要花2万块钱，这边还要垫6万块钱作为银行的本金才能够得到贷款。完了，他们完全没有8万块钱额外的预算，老两口傻眼了，经纪人也是没有办法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有17天的时间，21天的时间你可以不要，那你不要，你签了合同放弃了所有的买房子条件，你怎么办？你的这个2万块钱的押金就被卖家没收了，老两口只得放弃，哑口无言，损失了2万块。所以这2万块也是老人家在中国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10万块钱的本金，这样就损失到了2万块钱，让他们哑巴吃房连，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么蜂拥浪口上面，他想当一个接班侠，而损失到自己辛辛苦苦存下的2万美金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么泡沫化的时候，您一定要谨慎，针对自己的财力，能买到多少就买多少，能够出到多少的价钱就出到多少价钱，不让自己后悔。 OK， 请大家做一个借鉴，
也请大家在我的这个留言区留言，在这个市场这么泡沫化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你是追涨还是等一等 ？OK， 也希望你关注跟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